我常讲啊，说农夫啊要跟天打交道，要跟地博感情，要跟人讲义气，要跟我的作物谈情说爱，他才会给我最棒最优质的农特产品。我都会说啊，因为我们的所有作物都是种在地上，你要好好的照顾这块土地，它才会给你更好的回馈。其实我这块地是临太平洋滨，所以每天就是听着那个海浪声，然后有的时候我这边种的是吹海风长大的芋豆，对，所以就有蛮多就是跟海的故事。